防疫期间，为着响应公益，环球科技大学在善心企业的支持下，发挥创意，运用无同的材料来设计嘴安图，并结合化妆，就是造型造秀，邀请社会大众响应公益。嘴安图的预备金额将转数捐予创世基金会，帮助植物人。在防疫这段非常时期，希望将温暖传送予社会有需要的所在。家在舞台上充满气势和自信，美丽又有创意的装扮，加上特别的造型，详细一看，面上拢有特别设计过的嘴暗。这是环球科技大厦时尚造型设计师苏心用心发起的预备活动，结合善心企业，将爱传送给社会。我们用比较时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口罩套的使用。那我们用金庸的小说来做我们的一个发想。同学阅读过金庸的著作之后呢，然后一整套的服装来展现金庸的著作的一个内涵。在防疫这段非常时期，最暗成为日常用品。学生善用时间，合力做出95个嘴暗来预备，呼吁民众防疫也会当做公益，发挥爱心来帮助植物人日常所需要的经费，也让嘴暗加一层保护。在这个部分也很开心，他们可以一边做公益，一边防疫。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呼吁爱心民众，大家可以到创世基金会这边来购买我们的环球科大同学做的造型布口罩。一个多少钱？一个100元。好，因为我们目前的植物人呢，一天每2小时翻身一次，换尿布一次，所以100元的意义呢，大概是每天收集10块钱一个尿布，10块钱，所以100元就可以收集10个尿布。每一笔的化妆拢家己满满爱心，大学生运用家己所学的专业，在这段非常时期站出来支持公益，展现出创意也充满关怀社会心。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更需要伸出关怀的一双手。那这个布料，这布料是我们艾琳亚这个化妆品公司所这个赞助。那由我们同学呢利用课余时间来制作，之后我们就请创世纪基金会来帮我们做这个义卖，义卖所得呢就由他们来使用。我想这是一个价值的附加，也是个价值的一个穿越跟翻转。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活动拢纷纷延期或者是取消。创世基金会也表示，无看也受到影响。尤其植物人每天拢需要8到10片的绿竹啊，真需要民众到协助，发挥爱心来分享温暖。记者彭淑琪报道。